种什么菜合适？五月份适合种的蔬菜有夏黄瓜、夏秋冬瓜、夏豇豆、夏毛豆、夏茄子、夏辣椒、高山甘蓝、高山花菜、高山芹菜、高山莴笋、高山萝卜、高山胡萝卜、高山热白菜、早熟菜心、竹苋菜、苋菜、小葱、白花菜、小白菜、生菜、夏花菜、樱桃萝卜、荠菜等等。温馨提示，青菜、小白菜等速生叶菜可分化期分批撒直播，品种可选择矮抗青、早熟五号等耐热性较好的品种。